原本恁阿嬷是甲我向你一边啊，也毋过即卖应该嘛是在丢毒讲，到底是要有啥物人来做较好？应该做的代志我都已经做了。之前为了阿嬷，我实在连家己的性命都无救。今嘛，我真正唔知变怎做，这样子对阿嬷的性命，随你这一片的这百年。两个刚刚会当选一个，安尼就一定要有啥物特别的原因，才当和你阿嬷选掉。阿嬷这么迷信的人，啊，不然请一个神呢，来跟阿嬷讲，叫一定来选我。你该在行动。真的？唔对，咱今麦爱找的不是真的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像。阿妈，你今麦手头底迄份吼是新的营运报告啦，啊，我家己吼有加一寡重点入去，你阿替我看麦。看我家己嘅物件是毋是爱修改，还是该补充啥物？伊这英文报告的处理方式，甲恁爸爸当年的做法真同款。尤其是这便利贴，恁爸爸嘛是拢会安尼做，伊拢会甲重点的所在先做记号，然后更加需要注意的所在。再搁用红笔抠起来。真谢了，爸较早嘛赶快安尼做。真好，你有影是拯救恁爸爸。我记得爸较早甲我讲过，对待每一份公文都要用心，所以我即摆用拯救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份公文。请入来。我的话，我来看看。尊哦，嗯，拄则迄个人是啥？应该不是咱公司的人吼。好啦，啊，公司无闲，差不多，我差不多会当带你去看中医啊。伊是摕啥物文件来给你？尊哦，阿妈来感觉你有啥物代志，唔敢让阿妈知影。哪有阿妈无啦？那无，文件摕来我看。阿嬤再来